那请各位翻开57页啊，57页。我们要谈第四章啊，第四章，友情呢，与友情的真心。这个是第四章哦，可以说是很重要，相当的重要。但是第四章假设你能够以第四章的角度呢，透过呢去观察，那各位你要大彻大悟呢不难啊，你要大彻大悟不难。但是呢，你刚学佛的人，他认为呢，哦，第四章的概念这样的名词呢，好像跟你讲过。但是各位，我讲过跟你观察过是不太一样的。如果你观察过，那你今天是一个呢很相当有智慧的人。那我们呢曾经听过这样的名词，但是我们并没有做到。我们没有做到什么？我们没有做到观察，我们没有做到呢如是观，我们没有做到呢的实时呢去察觉到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都没有。那诸位呢，你要学佛法只有观察两个字啊，我是把它讲白话一点，我老是讲观照，怎么样？观照。那各位凡事呢都是观察，你只要用心去观察，你才能够真正的彻底了解你是什么，你才能够彻底了解到呢，对这个世间哦，到底是什么，你才可以去了解到呢，你所碰触的概念又是什么，你所追寻的东西又是什么。你真正能够了解，当你已经了解到说你所追逐的东西呢既然是这样的无知，那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实在是当初为什么这么枉然呢，这么傻呢，对，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所以难道这里呢，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例子呢是我在这个高堂看到的一个消息，3年前看到的。他说有一个男孩子呢，有一个男孩子呢很喜欢一个女孩子，啊，所以呢，他就一直追求呢那个女孩子。那刚开始呢，那个女孩子呢很排斥他，但是呢，这个说一年之后呢，那个女孩子呢渐渐呢对，可以呢对接受他。就是说不能当的朋友，结果呢在交往一年之后，那就说好，那我们可以去看电影了。结果呢在追求了一年之后呢，对不对，两个终于都是什么，你们怎么爱河爱河来当河人的呢，好，在他两个正式呢要入恋要交往的时候，不明发生一件事情，给你猜，猜对的嫂子拿去吃，啊，猜对的嫂子拿去吃，都给男方遇到一件事情，啊，他会看，啊，给你给钱过，啊，哎，嫂子先用，因为这个事情跟你有关系，你先用。好不容易追了3年了，对，终于追到了，发生什么事情？对呀，我一说敢跑快，那还一点五分。还不出来。这个我最记得男主都是这样的男主。你就是要有勇气讲，对，要讲错也没有关系，对不对？啊，不能够还没讲叫什么就放弃，有没有？不能够这样的啊，讲授并不代表放弃啊，来听听看。你两个动歪嘴太会导演，哪样问你？你感觉太会导演了，个性。
不是一些不是心灵啊一起来的啊让我想要不知啊那是什么呢我们就会删删干果了删干果就不用了删干果了别这样子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既然呢他过去的三年的礼上人现在是男孩子有些痛的时候怎么办啊所以结果呢就公开了啦啊结果就公开了所以我为什么从这个典故来跟你分享呢也就是说当你人生当中你一直在去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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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所当中所想象的真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想这种名呢或是利各位请这么讲如果你现在要进这种名利权势或是成就感各位人种种种虽然这种到最后你会得到的答案就像你追逐的都不是这些你追逐的真的是什么是你自己人生要获得很快乐就像这样子的而且你不要忘了你的快乐你不要忘了你自己的心情契合你不要忘了对你内心的自由自在这才是每个人梦寐以求这是真话所以你要绕来绕去啊绕来绕去啊那到时候你就会后悔但是问题是说你想说你现在所追逐的东西跟你想象的东西不太一样你就是不相信但是那你相信怎么讲你不那说那要不让你这样点点那你就观察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请你好好观察你对身体的智慧你可以真正了解到人是什么人生又是什么真的是这个样子那各位呢这个今天呢我实际呢用一个表格来跟你整理啊以后上课的部分呢不要怎么看那你看课程这个东西呢一节课里面都围绕我要是提纲挈领呢直接来跟各位讲如果你有之前呢一起的听我讲多少然后如果你要一起呢你听完我讲完的时候你回去呢再看一遍有没有你也会有啊你都会知道说我到底在讲什么好那我们先看这一章了哈可以去倒数去倒数可以各位友情的身心呢友情呢是指的呢友情式的众生做友情式的众生呢简单来讲呢就是身心身心呢就是有情绪的众生那有情绪的众生呢就是我们就是啊你的就是我们那今天就是说你要去了解我们去了解呢人是什么那我们要透过三相的观察啊三相的观察三处观简单这么讲呢就是说呢透过呢三项的观察你一的来观察一的来洞悉啊你就可以看到你要的答案但是诸位呢这个金刚经也这么讲他说当有人听了的心金刚经之后呢对能够呢啊不惊呢或是不恐啊或是那位不惧这样的人呢甚为稀有那所以如果我分析这个道理给你听假设你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害怕你可能会不能接受你可能会恐惧因为呢跟你过去的概念当然是不一样啊所以如果跟你过去的概念是一样那你早就是开悟的众生了所以你的概念本身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讲的跟你一样那还需要什么呢啊所以呢我们过去的概念就是因为有所偏差所以呢我们的内心世界总是呢对
有苦呢哈，难以言说。那所以呢，如果你能够静静的去明白它，如果你不了解它，你就能够真正去走出来。啊，但是呢，要去了解这种道理真的很困难。为什么说真的很困难？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概念哈已经形成了，要用一节课就把你摧毁，那实在是太困难。所以呢，哈，真理就是真理，不是你相不相信，也不是要怎么变，而是呢，你的生命呢交在你的手上，上完课之后呢，好好去观察，不会观，麻烦一下，一月22、23号来山上禅修，啊，那你有问题呢，对，那个时候问。就是你通过观察，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你有什么样的不解，或者说你不会观，你可以拿这里来问。但是你不要通过观察，请你不要问，啊，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我们很多人学佛的人，他根本没有做，所以他问的都是没有意义，真的没有意义啊。但是以前呢，我都会读佛的经啊。不是说你有没有做，我还是回答你。这样呢，就是你要时时刻刻在当下当中来去哈观察自己的身心，啊，这是最直接的方式说法。那这三项到底是什么？我们先看第一项，五蕴观。所以我现在所讲的第一项原则上是说从一种角度，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啊，因为这就是呢佛陀很慈悲，他用各种角度让你去了解啊生命的实相到底是个什么情形。所以事实上呢，诸位，事实上你要观察，你是不需要三个都是观的，不需要。事实上你只要呢观察一个，你能够观察进去呢，你就了解，事实上不需要三个。所以这三个的意思呢，并不代表说你要透过这三个观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它是从三个方向、三个角度，你从任何一个角度都什么都可以，那请你什么选择一个角度来观察。那我们心经告诉我们，照见五蕴皆空啊，这个心经告诉你说，要从呢五蕴去什么去下手啊，从五蕴去下手。那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就是说从五蕴来做观察啊，从五蕴来做观察。那说在五蕴来观察，你也听过，但是你对五蕴的概念你不见得很清楚，相当的清楚你不见得很清楚。那各位，那我先大致的这样子来说，假设呢这个五蕴的角度呢原则上有五个，但事实上它有四个是偏向内心的，它只有一个呢是偏向哪个的色身的。所以这里面所讲的心理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比较偏向的心理层面的观察，也就是说你要对你内在的心理做观察，你要观察五蕴，你如果你要观察你的内在啊，你就要选择用五蕴的角度呢来观察。那如果呢你不透过呢五蕴的角度来观察，你觉得说人的心念哦太难观察，然后呢太微妙也太细腻，我自认呢我的功力，我自认呢我的专心程度，我专心程度在国学叫定呢，我自认我的定呢没有办法，所以呢，那我不从心理的层面来观察，可不可以？可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从呢对第二种角度，六处观。所以六处观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六根，
啊，就是六根的意思啊，就是六根的意思。那六根的意思呢，可能就是说原则上呢它有六个，但它其中有五个是偏向于什么身体的色身的，它只有一个比较偏向的人啊意识层面的。所以说如果你认为身体比较好观察，我的身体比较好观察，好，我觉得我身体啊，对从种种的感受或者怎样的，我很容易察觉。但是你可以从身体去观察，啊，当成你观察的对象、观察的目标，好好的来观察，来观察它。但是如果是这样，你还觉得说什么？人啊，应该是很难观察自己。我们人呢，眼睛都是向外看，看外面，哇，有的话我怕了。我们已经看外面的这个世界，已经看得太习惯了。叫我看我自己，我实在是没办法，没办法看我自己。而且呢，哈，或许看自己呢，都太什么，都不敢太客观，看外面，啊，这个有时候看自己呢，好像胡思乱想。我有没有缺点？没有，我很优秀啊，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呢，哈，透过身体的角度来观察自己，你觉得说我也没办法很客观的观察自己，这时候怎么办呢？好，可以，那你不要观察，不要以你自己为观察的对象，因为你就是身心。那请你观察呢，第三个。六界观，六界观呢，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呢，对这一切的啊现象，这一切的现象呢，啊，其中呢有五个叫做物质现象，啊，也就是说呢，那只有一个呢比较偏向于什么心理现象。那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观察。那各位，那这三个呢，我就帮你整理出来了。是那这三个我常讲，为什么常讲？因为你学佛吧，就离不开这三个。就是说你不是从身体的角度来观察，你就一定从心理的角度来观察，那不然你就是从身心以外的世界来观察，只有一个样子。这三个呢，就是可以透过去了解呢，对整个人啊，真正的实相。啊，所以呢，我们开宗明义先把这三个概念，啊，是不是很慈悲，一个讲给你听，看你自己呢的根系在哪里，然后你想怎么观察，你就怎么观察，但是你一定要观察，你不要那么想。但是我们所有的人，换一个很重大的毛病，就是喜欢想。啊，所以呢，你看同学这么讲啊，对，以前在那胡思乱想，不如直接去学习。因为不要这么想，想常常呢造成了很多的误会，想常常造成了很多的误解。我以今天啊，早上我们在山上发生一件事，来跟各位来做个分享。你们呢，就去看看，在你生命当中，我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早上发生什么事情？让这个同学哈，知道我很尊敬释迦牟尼佛，
所以我就很喜欢那个陆家，是其他陆家，妈妈是其他。啊，所以同学的呼吸呢，从我们是装点的那台风，我把气包里，啊，你中间啦，就把气包里，结果泡上去了，已经化成豆电也啥样子去飘，不敢啥样子飘，一个五级的安嘛，一个五级的，那是红背骨，啊，一点背骨下面，就是要简单哦。不是裂掉了，我看你我在家呢，那背景怎么样？坏到那么多呀，那个。好，那各位，那我们先讲说买，啊，买是自家的，他早上起来看到这个现象，开始就这么讲，我家书更贵啊，啊书啊，那些家都先卖了，对比更难玩，啊，三起来。啊，三千对吧？啊，三千那个时阵呢，对吧？啊，你看，那十五个人啊，这一块哪有那么多？又要点滴，对吧？啊，所以那所以那对吧？啊，这里是连续挑呀，你开始，啊，连续挑开始。啊，咱从同学听下子，就讲讲啊。刚有他盖那边黑白机构的，中国那边是维持住的。啊，啊，因为大概拢哈拢拜拢拜拜的，拢拜那家伙的。你看嘛，这个同学啊，曾经等你来那边去交六十五家，既然你同学啊，都拢拢拜，我们天天开心的啦。啊，那是为这等拢天的，我因为要做。那我们做陪睡有新生问题，所以他们发生什么事情我会知道。你发生什么改变吗？对啊，跳大跳灯，对啊，三 A 飞东西，刚好是三国鼎立。啊，我们是，我们此外相关啊，是三国鼎立。那我要怎么做不够呢？是安那输分的嘛？啊，接下来要先第二杠啊，第二杠的。啊，我就问那个买四家东西说，我也怎样去挑？一点几瓜，不一滴跟沙子，光光这里摆着一些。行识挑的人，无一定敢识挑迄个人，我就是。所以，我假识挑的时阵，我无一定敢识挑呐。伊到底呐是迄个人呐？你吼，啊，你跟但是识挑到底是大卡还是小卡？你识挑到一定有所差别。所以我假识挑的，我无一定敢识挑迄个人。我连他放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怎么有可能跑去对不对？你刚把那个自家拿出来呢？哦，我说你有看到我拿出来。因为那个同学在讲说，是我拿的，啊，是我拿的，是，那个同学在讲说是我拿的。接着买自家的同学在讲说，嗯，他杀出来看都不，杀出来看都哦。抓出来看都不行，那是上面人啊嘛，都底下给啊。我们秀水公真好戏的，不过两家去，拢不浪费。所以我就改变你讲的同情心，你那也敢浪费？你那无亲情尿气啊嘛？哎，对不？尿气啊是，有时。因为在刚才这些豆店我们做起来天龙的手机啊豆店最有机天龙的手机啊豆店最有机啊诸位各位所以你看到这样你就猜测猜你就想说他黑起来对你哪怕喜欢黑你怎么样要下雨所以各位所以他的买四家的那种猜测问题是说
在这问题呢，法师将拿起来的人，对他没有错，但是问题他讲那一段是错，对吧？你把他没听过，还把他搬给他后人，应该讲错，对吧？应该讲错。各位，那为什么我要上去讲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在临上这个事情啊，常常都没有透过询问就开始用一个想法，对了，在下评论，是因为我们会造成吗？对，很大的误会啊、哦。比如说今天这个是蔡老师他们的教室的，好不好？他的学员叫明明哦，刚把地扫完啊，结果呢，这个蔡老师呢，只要踩进这个教室，就说呢，哎，不然你扫地，你光想扫地看啊，地上还有纸屑。所以那三个老师有可能误会同学，现在同学没有你找过你，其实你还扎着个其他反应啊，都这点热色，对不对？他干好了嘛啊，现在看到看到地上有热色，然后呢就误会说你没有扫地。所以我这个意思是说，在人的部分上，你当然一个误会别人，误会到底，你继续讲，你找不到你。因为你有任何的问题，对，不要想，很直接了当，这个问题很简单。当你看到一件事情，先询问，你要责备你再责备，你要怪我再怪我，对，你要评论你看到再评论你再看，这是你先问。所以各位，你们都知道哈，我们人的妄想和偏颇，你该醒的。你心情不好，哎，你平常嘛，爱打气，大家都好心情去。你心情不好嘛，就不好。我不爽，我很讨厌。我不爽之后呢，我对人性好，可以啊，很清楚的看到人性。我觉得不爽之后，我可以很清楚看到彼此的真解到底是在哪。包括我的角度，所以呢，你有没有观察呢？啊，那我们现在就从五蕴观开始来谈起啊，五蕴观开始来谈起。所以我之前在打坐的时候，我刚开始在学打坐的时候，我就有个疑问。什么疑问呢？我静静的坐着，我静静的坐着呢，在观察我的脚在酸；我静静的坐着呢，在观察我在呼吸；我静静的坐着观察呢，对，我现在不是乱想，我都静静在观察。但是我有个疑惑，我所观察的是一个对象，它是一个被我观察的对象。但到底呢，那个观察者是谁？这个是我刚学打坐我做的疑惑，那个观察者到底是谁？若那个观察者是灵魂，若那个观察者叫做我，我什么？那是为这个，那如果说那个观察者是我，我事实上现在已经在观察我，对不对？所以这就像什么？这像眼睛观察眼睛，眼睛好像没有办法观察眼睛。是呢，我刚开始在学打坐的前三年呢，我就很有疑惑。我就说不对，不对，不对。我看很多的书哈，他都告诉我。对，他都告诉我说是谁在念佛，哦，是那个谁，是谁在打坐，是那个谁。但是呢，我可以知道呢，我的身心产生的变化，但是我却不知道是谁在观察，我却找不到那个人是谁在观察。一直呢，我对五蕴慢慢的了解，那我终于懂了，我终于懂了。来，请看这一版。既然
在努力的观察哈，它是什么？它是属于呢，比较心理层面的，所以它一定呢是有一种认识意识的作用。它既然有意识的作用，各位，你看，人事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啊，先看所事，所事的意思就是说我所认识的对象。也等于我所观察的什么的对象，那各位，我所观察的对象是四个，受众想行，这是我观察的对象。是谁在观察？并不是说呢，它有一个我在什么，在观察，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有一个我在观察这个概念，不对。而是呢，对五蕴当中的四蕴在观察，不是一个可以讲那个我在观察的概念，是四蕴在观察。那各位，这一句话怎么讲呢？啊，这要怎么讲呢？各位，我简单先把五蕴做个简单的概念啊。假设呢，这个色啊，假设这个色是一个物质。以你自己来讲，这个色当然是身体，你外面的世界的那一切的物质都叫色，它是叫色。那注意哦，你先去看哦，你先去看哦，是谁知道它叫做茶杯来上面？是谁知道它叫做茶杯？是谁知道我叫做师父？来，稍微说说看。是我们的意识所想。你是无蕴的哪一蕴？是。是本身呢，对它有了解的作用，它有清楚的作用，它有敏感的作用。而且是本身是一个记忆体，因为呢，在这个记忆体当中曾经记下这个字叫做塔杯，这个样子叫做什么？叫做师父，叫做出家。是我的记忆体呢，曾经有这样的概念，所以呢，当我观察这个色，没有，所以我知道了。啊，所以是谁在观察呢？是他在观察。它，好，这样很清楚了啊。接着，那什么叫做受呢？受就是感受，以心理学的角度就是情绪。什么样的情绪呢？啊，那各位，你时时刻刻你都会有自己的情绪，那各位。是谁知道自己现在很愤怒呢？啊，是谁呢？心主。是谁知道现在很愤怒呢？是谁知道说呢？对，当脸红了，脖子粗了，身体僵硬了，血压上升了，对，心跳加速了，眼睛睁大了。是谁知道这个情绪叫做愤怒呢？是谁？不知道，一个白底鱼也不看看，不知道，得一个有点胖，得也不知道。不过以无蕴当中是谁也不知道，是光啊！我啊，我知啊，我念文章，念文章，不是，很清楚的告诉你了。好，对，不想，这么想啊，这么想怎么想？你要读的是叫思，知道？所以叫思想，思想。
第一个想有没有本身来讲，对，就是呢当看到什么，各位当看到什么，外面的像就会落印在他的脑海，然后呢他就开始想，他看到什么外面的像，他看到了外面的像，这个像呢就会投入到他内心，就落在他的心里面，他就开始呢，对，在那边什么，在那边想，就会起他的想法，就会胡思什么，慢慢想开心了，开心的心了。好，那各位，那我问你啊，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人，对不对啊？那个人是谁？是来跟踪我还是小偷？你那个人是认识吗？还是不认识？请问一下哈。是谁告诉你说那个人是小偷？是认识还是不认识？是谁心的？是谁？我那寡人啊，是你的柿子，有这样的基因，对，所以呢，事实上呢，有没有是你的事？再观察看，行，就是代表说呢，这个念头呢，一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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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叫做造作不断，啊，一直起，一直起。所以我在打坐的时候，我观察我自己的念头呢，对不对？哦，真的，意念纷飞。是谁知道自己意念纷飞？当然还是什么？是因为我学佛这么久，都没有告诉我，我问很多人，很多人都在告诉我参班。我好像你讲才能参班，谈什么？那我难动了，谢谢，那我难动。你的心啊，你的心在告诉你，本来就如此。我们自己也来上课，对不对？我们要师傅，对对，所以呢，就是说，我相信呢，如果你通过修行啊，我相信这个问题啊，说不定一卡啊，你可能都要卡一辈子。啊，他里面啊总是什么找不到头绪，跟道一分解五道一分解，对。那事实上各位，但是我总是以前啊，我总是也很害怕说什么，我不能像老师对吗？为什么我们是害怕？害怕说对，但是对吗？我不能观察他们对吗？等到呢，我十年前看到英生导师的时候，开始怎么样？我看到了，哎，就是这样子，因为英生导师也这样子写。哦，当初比较有什么？比较有信心，说，哎，这个跟我的底蕴啊一样的，因为英生导师跟英生说是这样子。那个关于这篇哈，请说，你看58页啊，58页。你看第七行啊，我发一个第七行，来第七行啊，第七行开始这边，你看啊，无欲色受想行识，这五者呢，约行识的能识、所识而分的，怎么样？能识跟所识而分的啊。好，那课本不要看了啊，不过看我就好了。
啊，所以能事跟所事，印证导师，哎，他的分辨是这样分类的。师父请教一下，刚有提到所谓的想观察，嗯，那我想请问的就是所谓的观察、观想、观察和观照，这三者是怎样的分别？还有刚刚师父提到的所谓的事，这个事刚刚师父提到说这样子的事到底是对不对呢？我想这个是一个 keyword， 是一个关键。从事来观察色受想，可是到底这样子的事到底是对或者不对呢？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想请教师父这两个问题。观想，观想一般啊，首先要先看你的对象目标。比如说你要这个观日落，你首先呢要看日落，看日落看到之后呢，对，落入到你的心中。所以呢，当每次呢，对，你眼睛一闭起来呢，你就看到日落。啊，也就是说把这个样子呢，怎么样，这叫做观想，而不是什么坐在那边想，不是。我也可以观佛像，有时候我都看释迦牟尼佛，我说看这尊释迦牟尼佛，我就会看这尊释迦牟尼佛，我从头到尾都看这一尊。所以呢，我在拜佛当中呢，有一个呢，有没有叫做什么瞻仰？拜佛的时候要好好看佛像的脸，我要把画中国人呢，是画的中国人。看到之后呢，眼睛一闭起来呢，佛像里面都出现。那只要一闭，它就出现，那就代表观想成功。但是呢，观想的成功，观想到时候不是眼睛一闭才出现，我眼睛张开闭起来都看到。好，诸位啊，所以在十六般经里面有这样教导，空间很困难，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所讲的。那你现在我们说，你像我们讲的观察意注，事实上就是等于什么观照的意思。但是如果要把这两个名词刻意分开，也就是说，一对一个没有学佛的人，他讲观察，跟我说讲观照的意思啊。但是如果按照这两个词，观是比较纯，照是比较什么静谧啊，差别在这边对。那、啊、这第二个问题呢？对，这个事是不是那个事？对，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一个关键呢。至少不是四大关键，是我观察的结果，但是我不敢讲。啊、是医生导师呢？对，他也不愿写的。所以呢，是不是这个样子有待你观察？啊，是我们现在用现在它的意识。哎，好，可以多讲，可以现在呢，好，可以多讲意识，也不是脑袋，不是脑袋，你的脑袋，嗯，好，各位各位。那你透过这样的一个观察，事实上它就比较偏向于心理层面啊，心理层面的一种的一个展现。那个心理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展现，那这也是在我们最容易观察到的啊，对，我们最容易观察到的，实际上这三个我们都常常观察得到。因为情绪是很明显的，对不对啊？情绪是很明显的。那所以是让你自己在想哦，当你在想的那刹那，你可能不知道，但是呢，等过段时间，你可能会知道。所以那个念头呢，挥之不去。诸位呢，
念头挥之不去呢，有种状状况比较容易察觉。什么状况你知道吗？晚上睡觉，都一样。阴困呐，奈外困呐，阴苦，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会察觉，你这样呢？所以他不要我在那边，他就想睡觉。你就觉得哦，原来很火大，他有时候哈，哎，你来教你做不，他就没有办法。这个是一直在我们的内在哈，你就常看到内在一种起，一种变，一种变，一直变。但是说，但是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些很多问题。你这些的概念怎么样？它事实上都是常在，只是实际上是有一个示范在做主控，它是在。它是在对通盘的对共同循环的东西，但是这个事呢，说这个事到底多可怕呢？这个事呢，哦，它刚好是这样子，这个事在影响它，它也同时在什么，在影响它。各位，我再举个例子哈，假设我现在的内在，假设有1000个无善念、恶念啊，那我现在在升起就说什么？对，都是你害我的，1001，都是你害我的，1002，这样能听是吗？所以你只要他起恶念，啪嘴，他进去起恶念，啪嘴，他进去，同理可证。你只要起个善念，他啪嘴又进去，但是常常结果啊，哪个占比较多？对。哦，所以你封路的黑盒子，哦，说实在的，你不敢签哦。那个想到太可怕了，所以不了解说原理的人哦，他根本不了解，都不了解说你的系统，不要乱起，不要啦。气体盖有一点啊，都气那么细，不体哦，各位，他一直累积下去，但是你都不知道他严重性，你真的不知道。我两个我二个气体盖两个吧，大家很肥啊，两个人说，你最多少不明白，你就真的让你自己的都来调整。但是如果你对佛法很明白呢，你可以很清楚知道说那个这个什么样子，它这个什么状态啊，那它到时候它会互相造成因果的关系。所以为什么说读书可以改变气质？那一个有气质是什么？因为呢，所以你不断的欣喜人嘛，它是进去的。跟你说对，不断的升起善念，不断的来对起慈悲心，你的内在当然境界不一样，但是你就不要这样，你的内在啊，时时刻刻呢，都是升起什么啊？你自己呢不好的情绪感受，或者你自己那个胡思乱想，所以你的八识实在是很糟糕的，我说实在糟糕错了。这种佛法的人哦，他事实上他对他的内在，他渐渐的比较容易知道说，原来《地藏菩萨本愿经》所讲的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就是这个原因。好，所以呢，如果说你可以通过这样来观察你自己，但是你自己呢，事实上。不论是所事还是能事，是那么多两个字，身心色就是身，受想行识就是什么，就是心啊。所以这个就是身心啊，一组啊，是两个字。